雪皮菜炒猪肝是永川地区的一道地方名菜，可能四川以外的很多人都没吃过，口感细腻嫩滑，巴适馋嫩。今天就来分享这道菜的制作方法，摘取雪皮菜的老子不要，用清水清洗干净。猪肝一定要切薄，炒的时候才能快速断生，这样才能保证嫩滑的口感。把切好的猪肝装入大盆中，加入适量的清水清洗干净。一般而言，烹饪猪肝都要清洗一点，当然如果喜欢比较粉一点的口感也可以省略这一步。把猪肝沥干水分装入小盆中，撒上一点盐、胡椒面、水淀粉以及抓匀，再淋上少许的料酒抓匀，准备少许的姜米、蒜米一起放入小盆中，大葱切刀切成薄片，与猪肝装在一起，红泡椒切薄，装入碗中，再放上少许的郫县豆瓣，准备一个碗前，少了一点盐、鸡精、白糖、胡椒面、酱油，一点陈醋、水淀粉，然后把它调匀，我最后再来勾一点花椒油，锅烧热了就下油，油可以多一点，把锅烧到六成油温，丢入十几个花椒爆出香味，把备好的猪肝倒入锅中，快速下菜，保持变色。猪肝要想嫩，在锅里头的时间就不能太多，所以油温一定要高。差不多了，就倒入备好的雪皮菜，快速翻炒。这一步要把雪皮菜炒断生就可以了。把调好的完全倒入锅中，照续翻炒，不要掉了。美食与体重，美食与人生，最纠结的就是在吃与不吃之间徘徊。我发觉人生的意义，答案更多的还是吃吃喝喝，好吗？尽情的吃，开心的吃，不然人生就没得了意义。我是楚哲，下期见。